差很多。年收入那时候多少？我想看看，有时候到100，后来降到60。两千多，两千多。对啊，啊，那现在我年收入多少？算了，就没有，就是卖香蕉啊。我伫中山路一条路，我伫坐啊。中山路。想说不错啊，刚好这个环境要去赌啊，结果倒了。啊，反现在没地方赌啦。他今天如果说好要减薪，其他老师都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他凭什么代表这些老师发言。一般社会大众可能想说，永达其实在两年前就是已经停办了。那大家对于一间学校停办的想象，大概就是说这间学校就没了。那确实它没了的，展现只有展现在说它的教师没了，学生也没了，学生被迫转学，那老师都被迫就是要失去工作这样。那可是我们却，我想一般社会大众却不知道说，永达虽然不存在了，但永达的董事会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解散的。保障工作权，保障工作权，保障工作权，保障工作权。